2023年1月21号 Say No to Evil 抗议的第63天，这里是康州 Greenwich 陆克家门口附近的十字路口的抗议现场。今天是中国新春的第一天，我们今年是新春灭共 Take down CCP， 中共你完了。中国人在新的一年里说我们永不为奴。全球的战友们好，新年快乐！明年加把劲，把共产党灭掉。十字路联盟战友好，今年我们在街头过年，街头过年也非常的开心，相聚在一起。祝大家十字路联盟战友过年好！十字路联盟的全球战友们过年好！谢谢。新中国联邦战友们你们好，在2023年新年我们继续战斗。新中国联邦战友们好，全球战友们好，除夕快乐，兔年发财健康。半年了战友们在这里雄起给全球的战友们拜年，恭祝全球战友们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开心灭共，干掉 CCP。 Oh yeah! Oh yeah! Take down the CCP! Take down the CCP!